他就在那里飞来飞去，哪没录上？我没人告诉我要按录制键，我不知道录制键在哪儿。我以为是已经录制好了，就飞就行了。无奈啊，就受不了。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来做。哎，逗啥小子呢？这是。出汗了没有？出，过瘾。哦。怎么样？累不累？刚开始会比较累，但是过了那个阶段就太爽了，越玩越上瘾。对，太爽了。人科还不错，临危不乱。哦。我们到了，这里就是乌兰湖。你好。你好。湖在哪里啊？对，湖在那边。哦。哎，我们先往湖面看好了吧。好，我们去湖面，去湖面。这边这个湖面是红色的吗？红色的。哦。对，以前是我们是叫乌兰湖嘛，就是红色的意思，蒙古语里面。不错，你看我们看到夕阳了哦。夕阳哎，好漂亮哦。真的是红的，小七哥看。哦，真漂亮。太牛了。你先 hold着。看一看美丽的这些景色，我也觉得是一件很浪漫的事情。虽然前面穿越沙漠的时候翻了一次车，但是看到乌兰湖的那一刻觉得一切都值了，这就是沙漠穿越的乐趣。起码我觉得人生必须要来过这种地方，以后到老的时候会有个美好的回忆。然后拍个直的哦。你还飞啊，帅哦，赞。或许你会觉得咱们集中一下给他们看拍个拍特写。来，现在这是录像啊。好，再往前一点。保鲜膜车队，他把咱们刚才那姿势不动，让他倒着飞。小哥请别，我看看啊，这样好调整，你别把我们脑袋砍了。我们再高一点。好，好嘞，来了，酷，来，可以，其实这样 OK 了，这样漂亮了。我再让他往左边。哦，这样有了。哇，这个镜头也特棒啊！来吧，来，耶！他就在那里飞来飞去，哪没录上？我没人告诉我要按录制键，我不知道录制键在哪儿。我以为是已经录制好了，就飞就行了。无奈啊，就受不了。专业的事情交给专业来做。哎，逗啥小子呢？这是，弄吧。你要录了吗？录了。那往那，他一直录着呢。往那，先往后退啊！从远处飞过来。往逆时针回来一点。对，你往这边，往这边，从那个到11点钟方向。冲！哟呼！再飞一次，再飞一次。来。啊！帅，爆帅！现在可以吃吗？这个原子弹？不行。等一下，我们一起吃了。一起吃。等吃了。等一下，我要拍了。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什么？嗨，有一种咸咸的。真的吗？跟曲奇不太一样，它是咸的。哎，尝一下。下边那个比较干净。上面比较干净。嗯，好。其实这是上面的。吃一小口。甜的，这个好吃，这个好吃。这是照片还是视频？现在试一下。我们在这里要拍个 vlog 吗？这是什么沙漠的情歌啊？康定情歌，来一下。月亮代表我的心。那个是敖包相会。Rolling。是无敌月亮，正上了天空。
vlog 应该发了。今天的强度不输我们一般的小比赛。对，今天我觉得我差点就长眠在沙漠里。不至于吧？不至于吧？我那个四轮磨得翻了，你知道吗？真当时是百感交集，我说我在干什么？真的。而且，军哥以前是骑 chopper 的，这是一来沙漠越野，都是一分靠技术，九分靠胆量，真的。仁哥是没有技术，零技术，然后十分靠胆量。我就一点技术都没有吗？不可能吧？你是基本是零点几的。是，但是我今天就很多那个很惊险嘛，因为那个断头坡其实我挺担心的，但今天在很斜的、很长的，我都自然下去了。嗯，对。所以今天很有成就感吧？对 ，yes。我觉得这次是真的还蛮好玩的，但是就一直翻车。不不不不。前滚翻，人刚下去我就看见一个轮子起来了，我当时特担心，我说完了，岳哥要出事，我一过去，岳哥我没事我没事。我当下我是觉得很好笑，就整个翻过去，因为沙子太软了，所以你跌了也不会痛。还好还好，就这样的沙峰，我以前看那钢管车那 UTV 我上，我觉得那是挺享受。嗯，但是这些地方我从来没觉得是两轮摩托车能上去的地方，很酷的。我觉得是我这辈子可以载入史册的一件事。我觉得我一直到老都能回忆这件事。嗯，来完这一次之后，我觉得人生必须要有一次，或者继续有好几次，在沙漠里面去玩这个东西，疯狂的经历。我觉得今天真的是感受到披荆斩棘的精神，这太披荆斩棘了。对，凭良心说，我要向我的队友们致上我的敬意。保鲜膜车队，勇往直前，保证新鲜。